继续我们带来一首歌。好，这首歌其实很适合在今天晚上唱。它是一个动作，那尤其是不管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刻也好，或者是充满幸福的时刻也好，这个动作都非常非常的甜蜜呀。牵手，没有错，一起来感受牵手的喜悦。掌声欢迎俊逸，欢迎林俊逸。Thank you.